大家好，我是崔咪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早春很流行的波西米亚彩妆哦。话说我前几天就是去逛街的时候，就是被一组很漂亮的彩妆烧到，就是这一个，它是 Make Up Forever 新出的，就是波西米亚的颜色，然后颜色真的都很漂亮，所以我就马上就买了，哈哈哈，好得意哦。好，我现在今天就要示范这款彩妆，它画起来真的很漂亮。首先呢，其实它就是同时在卖的时候，还有卖一个眼睛打底的，就是一个眼影膏。可是就是，其实这种在开架式就有了，这个是已经被我用了，快用完了。对，这是露华浓出的，然后它就是在一般的屈臣氏还有康斯美那种开架式就可以买到。它有四个颜色，它用来打底都很 OK。然后第一个颜色要用肤色，它这个肤色是没有珠光的感觉，先打在眼皮上面，它这个效果其实就会让你的眼影颜色会更明显。就是眼影颜色更明显这样子，然后那个眼妆也比较不容易脱掉。那一般的粉底比较不建议打在眼睛上面的原因，是因为粉底里面通常都含有一点油脂，因为它为了要跟脸部的肌肤结合，那上在眼睛上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会很容易脱妆。所以说像有时候有些人啊，他化妆到下午会变成一条一条的，就是那个原因，眼睛比较容易出油，然后又没有打底。那打底做好之后呢，再来我就是要大胆的用这款，用这个，它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紫色，大胆沾，然后上在眼头。后面就不用上了，上在前面就好了。从头往中间推，从头往中间推。这样眼头就会有紫色的颜色。好，再来是第二个颜色，我觉得这颜色超大胆的，是这个绿色。可是绿色好美哦，我就是为了这个绿买的，太漂亮了你。这个颜色呢，从眼尾往眼头。眼尾往眼头，刚才是眼头往眼尾，现在是眼尾往眼头，一样画到中间就好了。中间会有一点点就是交接的颜色，那没有关系。这眼影画好，接下来就是下眼线的部分，用这个很特别的、很像橄榄绿的颜色。它就是橄榄绿，很美。我觉得如果这个眼影盘啊，这边有一个镜子，
会更完美，真的。好，三个颜色画好了，接下来是眼线。眼线这个是在日本买的，之前有介绍过。上眼线用眼线液，然后下眼线用眼线笔 ，Miss Hanna 的，这是咖啡色的。然后呢，最后再用它的咖啡色，深咖啡色，这个颜色。晕染在刚才画眼线的地方。然后最后是下睫毛的部分，下睫毛。上睫毛就是，其实就是看你要不要戴假睫毛。可是就是我今天还蛮懒的，就不想要戴。然后这个最后是 MK 的腮红，这个腮红的颜色是 orange， 就是我觉得它很漂亮，而且跟今天的彩妆也很搭配。那彩虹用什么擦掉就好。然后唇部的部分也是 MK 的，会不会太快了？还没完哦，这个是单叉 MK 的颜色，它是其实是橘色，已经蛮漂亮了。可是因为今年的橘色呢，会多了一点鲜艳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是 MAC， 最后再加上去。
淡淡的就好，这样就完成了今天的波西米亚早春的一个春意盎然的彩妆。大家有感觉吗？我旁边有花都绽放了。拜拜。